喂，强子啊，小妹在家呀？在的，怎么啦？当然是过来见丈母娘啊。哟，你开啥子玩笑哦？我们八字都没得一撇。放心吧，你妈见了我绝对满意。你在家头等到我哈。那好嘛，你开车慢点干没？妈，妈，你出来一下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。哪有好消息哦？妈，我不是谈了个男朋友嘛，他说今天要来家里面看你，走，我们给沙发坐到这。那好啊，欢迎欢迎，你就让他来吧。他等一下就来了，你给他小兰买点好吃的菜，他中午要来，我们要吃中午饭。那好嘛。小兰，小兰，妈，我看到是耳朵聋了，我上去喊他。小兰，妈喊你几声你都听不到啊，你是耳朵聋了还是故意的哦？哦。我一直在洗衣服，没听到。妈，她有哪事嘛？我男朋友来家里面玩，喊你给买点菜来。哦，那是好事啊！欢迎欢迎。你看我还有堆衣服没洗完，要不我拿点钱给你，你去买点来嘛。可以啊，阿妹，你拿3000块钱给我，我去买啊。3000块钱啊？那么多？你是要买好多菜哦？让你给嘛，你就给嘛，要不然我告诉妈去。那还是算了，我还是自己去买。衣服呢，我等一下回来自己洗。你这个狮子大开口啊，我受不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小明，我来了。哦，强子来了，快来点走，快来点走，快来点走，走走。哦，强子，这是我妈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小明的男朋友强子。强子，来没来嘛？买啥子东西哦？你也太客气了。阿姨，这是应该的。小明，你头不去倒水？好嘞，马上去。强子。你家是哪头的？阿姨，我是龙广的。哦，那就好。你今年多大了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你家几个人？妈，你这是干啥？要啥户口啊？强子，来喝水。没事的，阿姨是为我们好。我啊，今年32岁，自己开公司的。家里有爸爸妈妈，我是独子。哦，那还可以。你家里条件还不错。阿姨，还过得去吧？我就是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我年纪也大了，也活不到几年了。只要她找到个好人家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对小敏的。妈，我妈才回来了。哎，是小敏的男朋友吧？哎呦，还真的很帅的嘞。小子，这是我儿媳妇小兰。嫂子好，我叫强子。哎呦，今天来的时候也太匆忙了，都忘记给你买礼物了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哎呦，买上礼物，快走快走。小兰，我给你买个菜，你都给我买这些了呀。小明，你说你嫂子干嘛？你嫂子一早都出去买菜，她够辛苦的了。妈，她辛苦个屁呀、啊！你看她买的这是哪种菜嘛？想做点贵宾的。你看她买这些不是都是好菜吗？妈，这些好菜呀、啊，天天吃这种，她真是小气到家了。她拿了钱我给买的，她又舍不得。你看嘛，她是心胸活在嘛。小明，你说的都是哪样话哟？今天强子第一次来咱们家，我就不跟你计较这么多了。小明，你不能这样说嫂子嘞，我又不是什么贵宾，随便吃都可以。你看不是都买那么多菜了吗？强子，你是不知道我这嫂子有多抠门，而且啊，她很有心的。现在呢，把我妈哄骗的一愣一愣的。小明，你看你说这话不对吧？我哪里抠门了？怎么有心计了？我今天买的菜很差吗？平时我妈妈来呀、啊，我还不是这样招待的。还有你哥的朋友来家里面，我也是这样做的。我有区别对待吗？我哪里有心计了？你总是说我哄骗了妈，那你自己问问他，我哪里哄骗他了？我都是凭自己真心实意打动了他，不是靠我这张嘴。你呀、啊，不管我做得再好，你总是挑我的刺。你，我不就说了两句吗？你哪里来那么话来的？是啊，你都别说你嫂子了，她已经做得够好了，我们就知足吧，家和才能万事兴嘞。对啊，小明，少说点吧，一家人不要计较那么多。啊，强子，你坐到起，我去做饭去了哈。